听说你喜欢他，我费尽心力把你养大，你居然追着那种低贱的女人屁股后面跑。那女人不是低贱的女人。你现在在教训你妈妈？36间子公司全都掌握在泰明手里，你要振作起来。你一直这么疼爱的儿子，很可能会吃了你。你不要这样，多爱你自己一点。这么漂亮的人，却一刻也无法休息，这让我觉得很心疼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 ，M2 超能胶原饮，我的女儿孝心。